北魏王朝历经十四帝，凡149年，北魏文成帝复伐后，大规模修建寺院，雕造佛像。云冈石窟始建于公元460年。佛教高僧谭鸾奉魏文帝旨意，在骊山圣地五洲寨开凿石窟五所，史称为谭鸾五窟。上至皇室，下到百姓，崇佛祈福之风愈盛。每年帝王则即日即时举行盛大朝佛祈福仪式，祈求大代永福。